30秒就能杀死空气中99%的有害细菌，还可以实现多场所应用。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制造业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业废气成为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空气中有害物质的增多，对人体的危害也是越来越大。为了让各种生活场所的空气得到有效净化，来自清华研究院的丁春丽及团队一直致力于二氧化氯缓释技术的研发，历经2年，终于研发出一款空气净化凝胶，利用二氧化氯对空气中有害物质的消杀，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人体健康。相比普通的酒精、八四消毒液等，它不仅可以做到24小时持续有效杀菌，还能稳定地释放气体，使得浓度保持在 0.1ppm 左右。在实验过程中发现，二氧化氯还能有效降低食物的氧化时长，延长食物的缓存时间。二氧化氯空气凝胶得以普遍使用的原因在于，它无毒无害无三致效应，可以做到不致癌、不致畸、不致突变。空气净化凝胶的使用方便，应用范围广泛，如学校、家庭、办公场所等。用良心科研发展实质经济，用发明守护人类健康，为它的发明致敬。